他不会躲起来了吧？他应该在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全城都是他的通缉令，他胆子也太大了吧？系列杀人案的凶手跟普通凶手不同，如果计划被破坏，不制造另一次完美的谋杀，他们是不会停手的。 幼稚的事儿，试图去触动一个变态杀人狂的心，他们再也不可能成为人了。